现在是晚上的6:20，我老婆今天比较早到家，在这边睡一下。我在陪彤彤订正功课，跟准备帮她看联络本。好，我先看一下你刚刚写的。猫头，它这个猫头不要凸出来，这样子，这样算有凸出来吗？好了，我不知道，给老师看好了。从前面开始来检查一次，你这个怎么回事？这个帮你擦干净，你重新弄。好，一个一个来，我们倒着回去看。你这边越接近尾巴的地方，爸爸坐你旁边，你就写得越好。越接近前面，你一开始坐下来没有静下心来，写的都歪七扭八的。我们从这边开始看，从好的开始看好了，这样让你的心情比较好。这边都没问题，魔法，然后老师，这我刚刚带你改过的，劳动没问题。这里也改过。蓝色，其实篮球也可以。来，你蓝色，你取一个烂掉，你可以用篮球，篮球比烂掉好一点吧。这里好。寒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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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冷是这个吗？冷。冷，不是闪电冷，好像是平时没有闪电冷，完蛋，我没有把握，爸爸要查一下。对啊，没有闪电，听错了，冷是没有闪电的，那个 N 没有闪电，寒冷，你自己擦还是我擦？我擦。然后你这个寒其实也不行啊，你看都撞到格子外面了，就一起擦，寒冷。乱砸钢筋的。那中间有加污吗？哪一个东西？中间憨吗？还是冷？冷。冷不用，你刚刚拼的了是对的。擦干净，彤彤要擦干净，这样子有残影。要擦干净一点哦，你没有擦干净，再跌上去就写的字就更糟糕了。擦干净一点，一次就把它做好。这样子总可以了吧？这样子。你的了那个是用补的，被我看到了。那个勾勾勾起来是用补的吗？没有，一笔就打写好了吗？好，但是你的 N 这个太扁了，离它近一点，重来一次。我只擦你的 N 就好。好，再往下，汉尼，汉尼，不知道我要叫什么，汉尼。好啦，看你馒头不错，可是你的这个头忽大忽小的，算了，这个不改好了。慢慢，两个一样字可以吗？不知道。馒头做得很好啊。慢慢。盘子跟盘盘。好了，盘子这个盘真的不行啊，你自己看也知道啊，这个盘大小不行，然后后面擦没干净，叠在一起很多影子，脏兮兮的一团，帮你擦。你看我对橡皮擦爸爸了，怎么办？注意它的大小。这总可以了吧？好，可以。攀爬，可以。这个大小很美，可是可惜的是它的影子，你前面没有擦干净，要不然这个很棒。这一页勉强可以。但我告诉你，这里面也有写的很美的。我觉得这里面写最美的，我也告诉你。这里面最美的就是这个劳动，尤其这个三拼写的真好。那不行的我也告诉你，但是因为没有说很糟，勉强可以。最美的是这个，其他部分可以接受，好吗？再来，班级。彤彤，这个撞墙了，这个字写的很美，可是撞墙了。这个问你要不要改？你可以让你自己决定好了。要改吗？要不要改？要不要擦？你自己决定。不要，好，那就不擦。班上。这个我看起来是半老师生。班呢、啊？没有。因为你没有擦干净哦。我帮你擦。班上好，可以。旁边。喝烟边可以，吃昂昌唱歌顺畅。
之肮脏，好脏，脏话。这个完全看不出来，它这边变两横了，你自己有发现吧？这个要擦掉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下面那么挤，上面留这么多，好脏，可以，这个造词可以，但是字写得太丑了。加油！好了，这样好了。好，可以。然后到这里嘛，字肮脏，这个肮不行的哈，你自己知道。这个肮可以，这个肮不行。我来试一下，刚好你用这支刚削好的笔，很好写了。来，这支给我，我再帮你一边削一边改。我帮你抄这个肮，肮写好。很好写哦，有没有很好写？谢谢。对不对？很好写吧？好，蟑螂，你的蟑螂写的最美，蟑螂不用改。下面是什么？张开。张开也蛮美的。啊，唯一的缺点，它挤到旁边小格子，它没有在中间。我再问你要改吗？不要改。好，因为你不改，我不改，老师也会圈起来。折折折，这个折不行。这个折很脏，后面全部都是叠影叠在一起，柱也是没有擦干净，就要重写一次。这种的我不行的，我就会直接帮你跟你讲。如果我觉得勉强可以接受，我就会问你，有听到吗？就是可以或不行的边缘，我看老师能会不会圈起来让你重写。有可能可以，有可能不行，不知道看那个老师的目前的标准在哪里了。因为如果老师全起来，你回来就要练习更多遍了。有没有很好写？哦，比削完之后好写很多。爸爸跟你说了，就是笔不尖，你要赶快跟我讲，知道吗？我就一边正一边帮你改，一边帮你削。好了。削好了吗？还在挖鼻孔。不是挖鼻孔，是抠鼻子而已。好，我来重新看一遍。我再挖鼻孔，遮住这里蟑螂脏话。你把这个脏脏的地方擦掉，擦干净。尊重自己的功课。这功课要尊重我吧？功课你要尊重他，你尊重他，他就会自然就会尊重你。好了，这个我搞定，我先放旁边。这是念的了。这是念的吗？好。橡皮擦屑集中到这里，等一下我们来开车，好吧？看能不能一次把它全用完。好，集中到同一个地方。好，你要把它一次全补完吗？你要给谁？好，你先打开联络本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来看一下联络本。可以。今天的是地老天荒。成语练习。念过了。哎，为什么念过了？我们上次自己念了吗？跟前面是不是重复了？对。好，那你就直接念，不用再造词，你就直接念就好。他有时他可能怕小朋友忘记啊。地老天荒，比喻年代久远。地，直到地老天荒，海枯石烂，烂。对。我俩的爱，形永不移。地老天荒，比喻年代。久远，可以。立直到地老天荒，可以。海枯石烂，我俩的爱情永不移。地老天荒，比喻年代久远。立直到地老天荒，海枯石烂，我俩的爱情永不移。好，可以。好。这什么意思？记得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很久很久很久。好，猜对了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注册单啊，运动。注册单就在那个 L
家里啊。运动会邀请卡。摆烂席是什么？哦，三本练习啦，三本练习。大人比较思想比较邪恶。新生证书有带回来吗？有。在桌上念成语念的。好，现在就是注册单。学费我顺便看一下。好了。学费是。我的功课结束了。功课结束，我先拿这个给你擦好了。耶。等一下，先把铅笔收好。铅笔袋都收好。等一下我们回来。吃完饭回来给妈妈签名，妈妈也要看。我可以开始了。你开车。我慢一点，这样才有乐趣。慢慢享受你的乐趣，写完功课的小乐趣。学费哇，现在小学学费我也不知道这样算便宜还算贵，一学期是5155元，5155元应该是可以，没有什么个资啊，应该是可以稍微记录下来。应该是全台湾的公立小学都是一样的吧，一学期是5155元在这里，这样子。午餐费是最大笔的，午餐3667在这里。午餐，校外教学费都没有了，现在是不是疫情的关系，所以现在的孩子比较运气比较不好。这两年的小朋友可能都没有校外教学了。午餐3600，总共是5100。好啦，有干净了吗？10月中的脚就可以了。我不用马上讲。干净了。干净了吗？干净了。这边还有一点。好，我看我的，越滚越多。差不多该到了。该倒在垃圾桶里了，你刚刚还没有倒过，对不对？我们已经倒过了。你倒过了吗？那你会了吗？会。那我们去倒一下。好了，我就先拍到这边了。对，怎么又出来？功课写完了，我们要准备去吃晚餐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主要是倒了，就祝福大家健康、平安、快乐，大家拜拜。可以准备叫妈妈起来了。不得了了。你开灯了，等一下你倒到外面。等一下，开灯，快动。敲一敲边缘，有倒出来吗？我刚去拍到这边了。妈妈该起来了。妈妈，她准备吃饭，同学功课写好了。妈妈叫我叫她了。好，你叫。不是你。好，你去温柔的叫。